签个名呗。这个当然就算是一个。我们看到了运动员和主席签的名，都是我们这位。哦，没有，不是。小画家画的，画的很好。啊，不好意思。有这个。还有写实的。我来拉开看看。啊。周继红主席的签名，稍微给他真棒。这个没有。刚才我们得到的信息是，并不是所有的画都是我们的小画家画的，他们工作人员还有之前的志愿者也是画的画画画的非常好的，也都画了好多。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还有很多奥运选手，包括这次全运的一些冠军，都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签名。镇馆之宝，之后要送到博物馆的。这是乔红婵，嗯、哦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出来。等，那把那个保鲜起来。来吧，我们的红婵宝宝，国宝。乔红婵宝宝的签名哦。